Bye Together 最近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在新闻发布会上，秀彬被问到关于 HYBE 报告书事件，秀彬表示 Tomorrow Bye Together 在平衡巡回演出和回归准备工作十分努力，以及最近 HYBE 内部问题也在各方面面临挑战。秀彬强调 Tomorrow Bye Together 一直专注于展现最好的表演，并创作一张成功的专辑，而 Tomorrow Bye Together 不会受到外在环境影响，仍然专注于新专辑和演唱会的准备。秀彬的表态在网络上引起了 K-pop 粉丝强烈反感，这样的说法似乎撇清 HYBE 报告书对 K-pop 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，许多人对秀彬感到失望。网友批评 Tomorrow Bye Together 当然不受影响，因为他们是 HYBE 国的王子，继续巡演照常回归，有 HYBE 当靠山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